欢迎来到2023台湾企业甲级足球联赛第二循环第七轮。
在这一场比赛呢，我们是来到台中太原足球场，要为您送上的是由福都龙来遭遇到 AC 台北竞技的比赛。我是今天的主播李宏斌。你看到目前的一个积分榜呢，那福都龙跟 AC 台北刚好都是17分的一个积分，目前排在联赛的第五名以及第六名，积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呢，福都龙是靠着那么球数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排名呢是占据在第五。目前在净胜球方面呢，福都龙是正五，那 AC 台北刚好是零的一个情况，所以让福都龙的排名来暂时领先呢。不过呢，今天这场比赛，除非是和局，否则的话呢，那两队的一个积分接下来一定会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鹿死谁手。那在今天这场比赛执法，主裁判徐敏玉、助理裁判杨昌贝、韩伟成以及第四裁判赵佑林，这是今天四位执法的裁判。那这也是这两支球队啊本季第二次的交手呢，都是在每个循环的压轴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今天的福都龙的先发阵容，门将50号的松井千明，四名后卫由左至右，43号的梁孟欣，5号的陈浩，3号的陈廷阳，4号的曾德龙，多中场17号的许恒斌，另外四名中场由左至右，11号的冲天力，10号的横山祥平，18号的李茂，23号的高山勋，图前的单箭头则是99号的 Bench。这今天福都龙的先发11人，打的是4-1-4-1的阵型。至于在 AC 台北的部分呢，门将是27号的段轩，四名后卫由左至右，13号的廖茂林，4号的张正富，5号的一柳梦吴，16号的南山刚志，三名中场包括6号的蔡梦成，7号的吴龙明，12号的温志豪，三名的箭头左边9号的黄胜杰，右边11号的李宗阳，中间的中锋则是10号的黄伟杰。这是今天 AC 台北竞技所排出来的先发11人，打的是4-3-3的阵型。后面上看到双方的队长穿着蓝色3号球衣的呢，就是小杨陈廷阳，之前在中华男足的国际赛啊，对泰国在高雄呢是顶进的追平的进球。那在 AC 台北的部分呢，则是6号的蔡梦成，之前他也是有入选到中华男足的培训队名单，只是最后呢是没有在呢23人的最终的一个出赛名单，但是还是有随队呢继续来做这个训练，所以也是准国脚。那在两支球队呢，在本季在第一循环的交手啊，当时啊AC 台北是靠着就是双黄也好，双杰也好，就是黄胜杰跟黄伟杰的先后进球啊，那就是以2-0啊拿下了那一次的对战胜利。来看看福都龙这场比赛呢，在主场能不能够来讨回颜面，尤其是 AC 台北啊，目前是处于一个6连不胜啊，最近6轮的比赛呢是只有拿到2分，2场的和局，另外呢吞下了4败的一个情况啊。那在今天是不是可以呢让福都龙趁机来扳回一城？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在福都龙的主场，所以 AC 台北也是从名次哦最高呢应该是到第二名的一个位置呢。那在6连不胜的情况之下，等于在第二循环呢只有拿下了一场的胜利，在这一个5月非常密集的赛程，似乎呢对这一支呢俱乐部体系的一个球队来说蛮大的一个严酷的考验。那在上一轮的比赛呢，在星期三的时候他们是以1-1，最后是靠着黄伟杰的头锤进球来逼和了台北龙，然后开始就一个开球直接长传前场，那被福都龙的门将今天是派出来日本籍的50号松井千弥。比较可惜的是呢，今天福都龙并没有用他们前一场比赛啊对台钢的先发门将段玉啊来把关，让这场比赛不能够本季第二次来上演的段家兄弟的一个门神对决。段玉是这一个段家足球世家里面的大哥，那段轩呢则是小老弟。不过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兄弟对决呢，但是呢在场上呢是有啊这一个姐夫李茂，福都龙的李茂呢来对上 AC 台北的这个小舅子段轩。因为段轩的二姐啊段雨柔呢就是李茂的太太，所以今天段雨柔还有这个段轩的外甥啊应该有在现场来
场边看球，一开始看到右侧的角球，福托罗的角球开进来，福托罗刚刚是由23号的高山勋来开这个右侧的角球。说到福托罗的话，哇，最近呢是打出了相当惊奇的一波2连胜啊，而且两场比赛呢，先是5-0啊，来大胜了明传大学，然后更神奇的是在上一轮的比赛，竟然是以2-0啊来踢倒了寻求3连霸的台钢。当然，在那一场比赛啊，福托尔靠着两位球员的精彩进球，那都打的是非常的刁钻呢、啊，都是世界波的一个进球。所以，是不是他们进真的火力有啊，来提升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跟档次呢？真的要来看这场比赛，今天跟 AC 台北的一个对决，相当具有参考性的。好，边曲在前面，今天在4-1-4-1阵型当中扮演一个单箭头。不过我们看到实际比赛之后，17号的许恒斌啊，他的位置呢，是蛮靠锋线的。其实，在前一场比赛对台钢的时候啊，福托罗是打一个4-4-2的阵型，然后是让99号的 Benchy 跟17号的许恒斌啊，在4-4-2阵型当中来扮演双箭头哦。所以今天看起来好像两个人还是采取这样子的战法，而不是赛前呢他们教练团呢给我们转播单位啊所排出来的一个4-1-4-1阵型啊。如果照那个赛前给的一个阵型来看的话呢，许恒斌应该打的是落后的防守中场。看到上半场比赛，福托罗是穿着蓝色的球衣进攻画面右侧的大门，穿着灰色球衣的是 AC 台北 AC 台北的中后卫柳梦吴，来到台湾当时效力的第一支球队呢就是福托罗。往边去，边去一路杀到右侧的一个禁区，最后小角度的一个射门被门将段轩给拦了下来。那在两支球队阵中，我们可以看到像有这一个姐夫跟小舅子的一个姻亲关系啦哦。那也还有像一柳梦吴呢，今天是对上他的前东家。那另外还有刚刚来触球的温志豪呢，这场比赛他来啊遭遇到许恒斌，许恒斌呢是他在国三，另外还有呢在北门高中时候哦的这个室友啊。那当时呢也是他在北门高中时候的一个锋线搭档。所以今天也还有老同学的一个对决，这球掉到中间被顶出来，看到今天刚刚是右后卫曾德龙的一个头锤，现在再把球顶给了松井。那在福托罗的部分呢，主力的中后卫陈田壮据说接下来在第二循环结束之后呢要再转会到南势的台钢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比赛，福托罗是由陈廷阳跟5号的陈浩来扛起了中后卫。另外阵中啊几名大家熟悉的他们日本籍的资深的球员，包括了小川圭佑、小森由贵，目前都是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今天都没有先发。那高山勋就是上一场比赛率先攻破台钢啊，用一个漂亮远射进球哦，先取得点的功臣。那福托尔在对明传那场比赛虽然是打出了一个5-0的大胜，但其实上半场也只不过是1-0的比数。那最后3球呢，更是因为啊明传在压上抢攻的情况之下呢，才让福托的反击有机可乘。所以，那再加上上一场对台钢两个进球都是那种可遇不可求的世界波，只能说踢得太漂亮，但事实上都是进攻几率很低啊，进球期望值非常低的这样子的一些进球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大家要真正看看福托罗到底是不是已经是有找出他们的一个进攻进球的方程式了。
梁孟昕今天打的是辅助的左后卫，在前面看到阿斌许恒斌也到左路，左路是91号的冲天力。好 ，bench 在底线前，再转身做回来，现在被看到在这边的扮演九号位的就是前锋黄伟杰。黄伟杰在中华队对泰国的比赛啊，本来也是有一个头锤攻击的机会，可是很可惜打在了门柱上面弹回来。不过上一轮在对上台北龙的比赛呢，也是他的一个头锤顶进了扳平球，那一样也有打到门柱，但是是擦到了这个内柱的一个部分呢，最后进门。啊，如果真的要说的话，他在上一轮的进球在难度上面应该是比当时他在中华队那一球还要更高一些哦，距离比较远，也算是用他这一颗回围一个多月的联赛进球哦，在中华队也来打铁，然后呢上一轮也是有打到了门柱，然后呢但是有进的，在刚刚这次似乎打到了门楣，但是最后是弹出了界外。黄伟杰在锋线上面还是很有牵制力，那这目前在联赛5颗进球，其实他一度也是我在射手榜上排名领先的一个位置，毕竟一开其实就有3个进球的进账，不过看来到了5月非常密集的一个第二循环的赛程，也让他是出现了一些低潮，面对到一些撞墙期。不过其实他去到中华队的比赛在中华队的一个集训当中，其实总教练 Gary White 也一直鼓励他，跟他说其实他有看了他在联赛的一个比赛的影片了，那非常鼓励他放手来踢球，展现自己的一个能力。所以看来去了国家队这一趟，黄伟杰一回到联赛其实就来贡献了进球，甚至在国家队也是差一点就要有进球的一个出现。李宗阳我知道这边的一个小挑，但是虽然失去球权，但很快想要抢回来。当然在两队阵中的话呢，其实文志豪跟李茂呢也是私交非常好的好朋友所以今天在场上可以说两队呢都有蛮多的一个关系许恒斌跟温志豪是高中的一个室友跟战友，也是锋线搭档，甚至两队还有球员有这个亲戚关系好，再一次的角球开赛第10分钟，现在是福图罗拿到右侧的角球，更正一下，对民传应该是一场6-0的大胜了。在前点的位置头槌顶出来，那恰好呢 AC 台北上一次在弃甲联赛当中获胜也就在这波的6连不胜之前，前一次获胜就是在5月13号，对手正好就是今天的对手福图罗，那当时比赛的地点呢是在民传大学足球场，那当时他们呢是正处在一波的3连胜没有想到呢接下来的一个6连不胜让战绩是受到了蛮大的冲击，现在对于 AC 台北来说想要重新回到这一个胜利的轨道上。那上一场比赛对台北龙当然是先被对方的后卫彭佳恩的他的那一个进球可能是弃甲本季的一个最佳进球可能很难有其他的进球的精彩度跟难度可以超过那一个超级远射了，所以被打进这样的球当然真的是对手踢得好，不过呢当然也有一些球坛的这个朋友们呢当然是跟
段轩呢也是死角很好的，就亏他说，与其说射得好，我觉得这个门将的防守可能是有一点问题哦。那这是大家在好兄弟们的这一个玩笑话，我想绕过丢进波，来看一下李宗阳在左路，想要给一个啊。当然，这球你要给斜线的话呢，是在中间是还有陈廷阳啊，你要来给过去的话，然后黄伟杰还要绕过他的一个防线来接球。但刚刚看到李宗阳想要给一个直线，那这边是有空间，但是同样的呢，那黄伟杰也要有跟他是有一致的想法，而且对伟杰来说，这个位置他要跑得更远的一个距离。那你刚刚李宗阳送出去的一个球速跟黄伟杰并没有完全意识过来，他的一个起步的一个动作好像并没有准备要做这么长距离的一个冲刺啊。所以刚刚最后在这一波的一个快攻来说，并没有办法成功的把这一个传球给串起来。然后连边区都回来来做协防，边区刚刚是上来做拼抢。冒险啊，小冒险！小陈浩，陈阳。陈廷阳在本季在西甲联赛还没有进球，但反倒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头槌破门。这场比赛呢，也是福图罗的日本的前日本国脚。来，马进马进马，阿兵可以挡球挡球，可以。身本贵姓？他在福图罗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接下来他据说是要到意大利的第四级联赛啊，来继续他的一个足球生涯。过去他也曾经效力过意甲的卡塔尼亚，可以说是他在当时呢。刚串起一鸣惊人的时候，可是后来身本的也是受到运动伤害的一个打击，他的左右脚的膝盖据说总共是各动过三次的一个手术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来到台湾之后，并没有出现大家所期待的这一个昔日他在这种锋线上面那样子的一个爆发力跟进球的威力哦。那一直到了在今年球季，在对台湾石虎的比赛呢，他才攻入了一个重要的追平进球。那不过今天这场比赛呢，原本的福图罗也是有来宣布说，这是这本贵姓在台湾呢暂时的最后一场球赛，未来会不会再来到宝岛了，那只有时间知道了。但是也因为他目前后来又有受伤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是没有办法在他还登陆的最后一场球赛来上场。我们可以看到应该在太原足球场呢应该有举办了对于他的一个道别赛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吴龙明现在是 AC 台北控球上前来做攻击，蔡孟成继续外面做远射，哦，漂亮哎！蔡孟成这一脚左脚的远射打的是相当的精彩，准度也不错。不过呢，在福图罗的门将刚刚也做出了一次精彩的飞扑。福图罗的门神50号的松井千米。今天福图罗的先发球员当中呢，是有4个日本球员跟1个非亚洲的外援。福图罗面对到 AC 台北的第一个角球，目前角球次数应该是2-1。那把这球踢出界外的许恒斌，
其实他是台中在地人的，那是到了高中呢才到北门来踢球。在高中的时候是文志豪的一个锋线搭档，但是后来他也经历过这一个膝盖韧带的一个手术。大家知道这个膝盖的手术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会有蛮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到后来他也是慢慢去改变他在场上的一个位置，说是凭借他原本的一个冲顶的一个特性啊，甚至来打到防守中场的位置。不过在前年的一个亚洲杯资格附加赛对印尼的比赛，他甚至有替中华队来踢进了非常重要的进球。好，边区球在旁边，蔡孟成拿走之后轻巧的交给了右边的队友，在一个传中前点位置，陈廷阳在这边头槌解围。边区刚刚似乎是跟李宗阳在争顶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头部的碰撞。他这边福图罗继续在左路攻击，冲天力面对到有一柳梦吾，一柳梦吾倒地的挑拨接球进了 ，Goal！ 然后在冲天力啊一个人啊整个来扯动 AC 台北的一个后防线的情况下呢，最后球做回到中间了，由后上的 Bench 干净利落的右脚推射破门。那在AC 台北的门将段轩呢，这边有过去跟裁判来致意一下，去了解一下，说刚刚可能他认为福图罗的冲天力呢在一些碰撞上面呢似乎是有犯规的嫌疑，但是一路上呢并没有听到哨音的一个出现呢，所以呢这应该就是一个没有问题一个有效的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是由地主队福图罗先持得点来攻破了 AC 台北的大门。那球在 AC 台北的球员现在还在跟裁判徐明玉做一些反应。其实，在这一波的整个攻击当中哦，你可以看到，可以说是跟 Bench 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原本呢，这个球是在 AC 台北的前场嘛，那在解围球出来之后呢，王胜杰跟 Bench 呢在做一个争顶的情况之下，那似乎是有一些接触啊。那王胜杰当时呢没有办法取得球权，那让 AC 台北让福图罗拿到球权之后呢，由左路冲天力来发动了快攻。那在快攻的过程当中呢，又跟AC 台北的防守球员呢有一些碰撞，那最后是防守球员倒地，那裁判并没有宣判犯规。我这边看到一柳梦吾，一柳梦吾遭到了裁判徐敏玉的黄牌警告。那现在温志豪也过去，在场上是有一些混乱的情形。你看这个 play 是先是本来看到一柳梦吾是有点公亲变世主，因为是辅助的横山祥平哦，那跟 AC 台北的九号黄胜杰当时在一个抢球的情况之下，裁判吹了横山祥平的犯规，然后结果一柳梦吾碰过来，似乎是讲了一些话让裁判徐敏玉给了他黄牌警告。可以看到可能在这一两波的一个攻防当中对于稍早的那个进球可能在 AC 台北这边对于当时有一些球有没有犯规，可能他们有他们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现在 AC 台北的后防的这个中枢非常重要的支柱一流梦吴，现在是吃下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那一流梦吴跟张正富啊，这个五号跟四号的组合呢，是 AC 台北在本季在中后卫位置的一个不动先发。好，中间的一个头槌后顶，应该是九号的黄胜杰。黄胜杰是过去也是台中，还是台中的子弟兵啊，毕业于惠文高中。那大学是在民传毕业。黄胜杰在之前呢也有效力过 Futuro， 然后在今年球季呢则是来到了 AC 台北。那本身他就是有蛮想要来往教练的一个角色来做一个未来的发展，所以在 AC 台北这边呢，在诚信安足球学校这个体系当中呢，那也可以有他除了担任球员之外，还有呢来当教练的一个空间。好球，哇！蔡孟成刚刚过曾德龙这关没有过，许文斌要把球给保护住了，但是他的老队友温志豪立刻上去，刚刚跟他做了一个压迫拼抢。温志豪今天在 AC 台北433的阵型当中呢，就是在中场扮演一个全能中场的一个角色。阿兵要对球，阿兵要对球，阿兵要对球。然后场边也听到了，应该是辅助的正中啊，有登录为球员，但实际上应该比较像是教练身份的前中华足协的秘书长方敬仁。刚刚他则是在提醒啊，阿斌呢就是十七号的许恒斌啊，在锋线上面呢，即使球在对方脚下，还是要去做一些对持球者压迫的动作。裁判这边吹的是 bench 的犯规。今天的这一个进球应该是 bench 本季第七颗的西甲联赛的进球，那他在6-0啊，在6月4号大胜民传的那一场比赛也有一个进球。另外在5月28号对台北龙的比赛呢，则是有两个进球。那边其实在本季主要的一个进球数，除了对台湾石虎的进球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对上在排名呢在 B 段班的球队的进球。看一下这边黄伟杰，黄伟杰穿十号球衣，黄胜杰穿九号球衣，边去过。在回到这一个后场帮忙防守，所以他在场上的一个跑动能力非常的出色。七号的吴龙明禁区外面直接做远射，那是黄伟杰。然后在一起台配这个433的一个阵型啊，但是当对手持球的时候啊，那两个锋线的球员呢是撤到比较边路的一个位置，就会比较像是一个4-5-1的一个阵势。我这边差一点，蔡孟成
在蔡孟成跟温志豪两个先后上去做压迫拼抢的情况之下，刚刚是差点要拿到球权。裁判这球并没有吹判犯规，但他高山勋把球给控制住。球这球送到禁区那边去，没有让球出界啊！最后，哇！连以奔驰的一个激励啊，在这个球，他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在击杀之后回身了，把球留在场内。前一场比赛对南势台钢啊，高山勋在第40分钟先取得点，接下来是第63分钟横山祥平的破门，让他们是精彩的来踢倒了要寻求四连霸的南势台钢。台钢是在去年就完成了三连霸了。横山祥平回今天在左后卫的位置，福托罗是排出了梁孟欣哦。那之前如果说能够健康出赛的话，左后卫的位置主要是由日本籍的小川圭佑啊来担纲。这样子的话，梁孟欣的位置在场上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自由度，因为他也可以踢到中场以及也可以升任到后防线的所有位置。Bench 给到右边高山勋，高山勋右路传中，结果直接给到了球门区的位置，被段轩呢直接给没收。那段轩也曾经跟他的哥哥段玉也有两兄弟俩一起效力过福托罗的一个时候，另外他也效力过在契甲，效力过冠军队台钢，曾经入选过中华男足。横山祥平，陈廷阳，阿兵给到右边曾德龙，郑德龙这位台体大的小将啊，在第一循环的时候有时候被放在右中场，那最近是摆在右后卫的位置。那刚刚是福托罗的犯规了，要来阻止 AC 台北发动快攻，在刚刚的这一个犯规算是相当的到位。对于防守方来说算是一个好的犯规了。哦，这个长传球，长距离的传球，王伟杰不容易控制，不过还是很称职的把球权留在自家队伍的脚下。王伟杰直塞左边上来，看到的是左后卫13号的廖茂林。那在AC台北的左后卫的位置，上一轮也是由13号的廖茂林来先发对阵到台北龙，而在国际比赛日之前呢，他们对台电的那一场比赛则是由3号的刘永富，这位也踢过新北航员的后卫啊，来担任这个位置。左侧的角球前点直接被陈廷阳顶掉，中阳看到在这边再更正一下，今天在福托罗的那一个进球之前呢，当时应该是 Bench 跟李中阳在争顶的时候有一些的碰撞，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李中阳要拿球的时候，他的鼻子上面好像有做一些防护啊，因为11号的李中阳跟9号的黄圣杰这两位都是这个名传毕业的好手，他们现在李中阳的发色本来就比较偏白啊，那在黄伟杰的话现在可能是染了一个
比较偏金色的一个发色，所以刚刚在场上哦，如果没有办法清楚看到两个人的背号的话，以浪景来说，有时候不太容易辨识出两名球员谁是谁啊。那横山祥明现在坐在地上，但是没有得到少爷的青睐，温志豪做一个贴地的传球，直接是被陈浩在中间给拦截。好，温志豪上去就地反抢，裁判认为 no foul， 是一个 clean tackle， 球交给了右路了黄圣杰，这边还有曾德龙把球给顶掉。哇，冲天力这一个传球打在温志豪身上，温志豪在前场，你看他在做一个无球的一个拼抢的时候，志豪他的脚步非常轻快啊。从高中的时候，当时看到他像这种猎豹般那样子的一个嗅觉跟呢非常快速的一个反应，一直都是让大家印象深刻，也是他在足球场上的优点之一哦。所以从高中时候来扮演这种锋线的一个杀手，到最早在台湾的这一个成年级的联赛，当时在城市联赛效力，到台电去打攻击中场，拿下了联赛的金靴，再到后来呢，到对岸的北京，最早的北京八喜去发展的时候，球队则是觉得，其实，在锋线上面竞争很激烈，如果找来的外援大多都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温志豪的一个特性啊，其实可以很好的来担任防守中场所谓的后腰的这个角色，那也成为他后来主要在中华队被倚重的一个位置。对，那当然如果要在这双黄还是双杰来做一个区分的话呢，那染着金发的呢是九号的黄圣杰，那头发就是原本黑色的是十号的黄伟杰。那两个人在体型上面也大概可以看得出来，黄圣杰体型比较瘦一些啊，那黄伟杰呢则是感觉上体型也更快一点。那圣杰其实是大学毕业不久，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夏天毕业的，在同名川大学。那在黄伟杰的部分，其实他才18岁，才刚要进入大学，据说之前了解接下来好像是要进入到辅仁大学来就读。横山祥平回到后场给陈廷阳，辅助了一球的领先，小杨直接长传，其实已经算送得很准了。那对于长距离的传球来说，冲天力啊也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处理。你刚刚看到在辅助了在两翼有拉开的情况之下，是由中后卫来做长传球。黄伟杰可以看到在新一代的锋线球员当中呢，他也是相当善于来运用自己的一个体型来卡位。那不但是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也让福托的球员遭到了黄牌警告。知道黄牌的是四号的右后卫曾德龙，最主要的是在黄伟杰一个卡位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在从背后呢直接是把黄伟杰给拉倒。好，这球顶出来看应该是出底线，所以是 AC 台北的角球。现在角球数上面 AC 台北应该是3-2，反倒是比福图罗多了一次了。来换左脚喽！看到换成是由温志豪用左脚来开，之前的右侧角球应该是用右脚来开的，所以开出来的轨迹会不太一样，对防守来说也是要有所因应。好，裁判最后是吹判。以及台北这边呢，在争顶的时候有犯规。那现在两队是各领了一张黄牌，那都是后卫球员。
AC 台北是中后卫一柳梦吾，那最主要是应该对裁判有一些出言不逊的。那在福图罗这边呢，则是右后卫曾德龙。目前在射门次数方面呢 ，AC 台北是以3-2比福图罗多了一次，不过福图罗的两次射门都是射正 ，AC 台北则是只有一次的射正。来，先对了，没关系的。场边可以看到，其实，在台中这边呢，包括在台中蓝鲸的比赛，还是现在我们看到以福图罗的出赛，场边的观众人数看起来都有这种几百人的一个规模。再加上今天也是算是要欢送根本贵姓这一位确确实实是有着相当显赫资历的前日本国脚。一柳梦吾，过去这个国视运动频道也有转播过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那在国视转播的时候，其实根本贵姓啊是曾经在当时就是效力于卡塔尼亚，还有攻入过进球，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其实在这个国内的这个转播，你可以有出现过人家在欧洲这个三大联赛踢过球的球星呢，然后出现在国内的西甲联赛的赛场。哇，这球打在裁判的身上，那是应该要用追求的方式让球权呢继续由原本拥有球权的 AC 台北来控制。好，这个自由球掉到禁区内，曾德龙把球顶在空中，让门将松井千米可以直接用双手来处理。对 AC 台北来说，比较伤脑筋的就是他们在近期的这一段的6连不胜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他们的进攻火力呢也是比较头痛的一环，因为在这6连不胜当中，其实他们的前面的5连不胜啊，是连续5场球赛都没有进球，也就是他们在上一次由双杰啊，或者说双黄，在5月13号联袂攻破福图罗大门之后，后面的5场比赛都没有进球。那一直到了黄伟杰呢，才在上一轮对台北龙的比赛哦，来打破了球队非常久的一个进球荒了，就是。整整超过1个月的一个进球荒。那今天他们又是先丢球的一方了，等于跟之前，而且在6连不胜的比赛里面，那除了是0-0来战平了卫冕者男士台钢之外，快一点，那 AC 台北呢，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先丢球的那一支球队，那也使他们在比赛当中都是要陷入在后方呢来追赶的一个被动的局面。5分钟，上半场比赛距离补时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推位置。文志豪，蔡孟成回，一柳梦吾，上传过来给吴龙明，找志豪，但是直接被小杨给拦截。
飞去的一个抬脚的假动作，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震慑效果，哦，漂亮！许恒斌的一个脚背外侧的给球，高山勋呢，直接一个接应拿了就跑，不过两名球员上来夹击。许恒斌看到高山勋直接是被撂出了界外，刚刚上来张正富非常强悍的一个卡位的拼抢。球员还在福特洛这边，比赛来到第42分钟。文山翔平，来慢下，先退，先退。等一下，刚刚是不是一个直边线球的一个违例的动作？台北右后卫主要就是由南山刚志来担纲，整条后防线的一个阵容来说，这样这个台其实蛮稳定的，但这段时间主要是曾经有陷入过连续五场比赛没有进球，那总共这六场比赛只进一球的一个相当低迷的进球的一个低潮期。好，给到右边，郑德龙，许恒斌扮演一个支点的角色。所以阿斌现在没有这些很花俏的一些控球的动作，那本身本来就是一个个性就蛮低调、不多话的这样子的一个球员呢。我看到在扮演支点的这样子的球员来说，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哦，时而不滑的球员，这是一个有点叫做苦工的一个角色。好球 ，bench 的转移到右边，许恒斌直接掉到禁区内，被门将转旋冲出来，把球交给吴龙明。阿斌可以啊，阿斌好球。而且在前场的一些我们看冲天力的一个站位呢，也迫使了 AC 台北呢把球往后方做传导，那没有能够立刻发动快攻的机会。所以足球比赛其实在失去球权的情况之下，在那一瞬间就是你马上就要原地做防守的开始。哦，这球漂亮，做回来，那温志豪只要给过来，可惜啊，禁区外面。应该说也是给到了队友的背后，不过从左路过来廖茂林呢，冲过来做这脚远身，可惜打得并没有太大的威胁，被松井千弥轻松的给化解。上半场即将进入到补时的阶段。补时两分钟。上半场补时将是两分钟。哦，今天看到在太原足球场，看到今天台中市现场应该是一个比较阴天的情况了，所以以这个球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方的观众席比较不用担心在傍晚的时候面对到这个西晒的一个问题。但也是因此说，在这个球场来说，如果以观赛的角度来说，它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友善的，比较像是一个训练场的一个规格。那接下来台中国际足球园区哦的一个新建，就让大家是相当的期待啊。它接下来对于非常蓬勃的一个台中足球来说，能不能够再有一个飞跃性的帮助？哦，曾德龙，面对两个球员的夹击，那黄伟杰，黄圣杰的一个
上去连袂做防守。而且黄伟杰、黄圣杰还很聪明的做了一个要去抢球的假动作。那最后他根本没有碰到球，所以是拿到了边线球。五十，第二分钟也到了一半的时间。志豪，杨宝林再给到中间，哎呀，吴龙明第一时间要跟廖茂林做弯兔的撞墙配合，在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在这时候裁判徐敏玉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地主福特是靠着第十八分钟锋线上面的外籍球员 Bench的一个跟进破门，让他们在本季第二次的对战以1-0在上半场领先来访的 AC 台北竞技。那么稍待片刻呢，再为您送上下半场的比赛。
Thank you.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 TTFA TV 的台湾企业甲级足球联赛的直播现场，在第二循环第七轮，这场球赛在台中太原足球场，由福特罗对上 AC 台北的比赛，在上半场福特罗地主队是取得了1-0的领先。那上半场比赛在 AC 台北的部分，虽然总射门次数是以5-2优于福特罗，不过的射正方面只有一次的射正，福特罗则是有2次的射正，包括边区在开赛第18分钟的一个跟进推射破门，让他们在上半场比赛取得了领先。那在角球方面呢 ，AC 台北则是有4个角球，福特罗2个角球，在这个数字上也是 AC 台北占优。两队在上半场各拿到了一张的黄牌，都是在后防线上。在 AC 台北是5号的中后卫一柳梦湖。而在福特罗部分则是4号的右后卫曾德龙，现在准备要来进行下半场45分钟的对抗，看起来两队都没有做先发球员上面的调整。那上半场比赛一度也是有一些的这一个鬼要位啊，那主要是当时 AC 台北，我看到在福特罗部分呢，是把8号的小森老板小森游贵给换上场，换下了右后卫有一张黄牌再生的曾德龙，所以这个换人呢，可以让场上的球员现在都没有黄牌的负担。那小森游贵、小川圭佑，还有30号的，还有其他的这个34号的林哲宇，这几名福特罗的球员在目前都是有一些伤势在身的情况之下，所以这3名球员今天都没有先发。那如果要上场，可能就是以替补的身份，包括刚刚啊小森游贵也是替补上来打右后卫的位置。那在第14轮，在第12轮呢，6月初对民传的那一场比赛，小森游贵也是打先发的右后卫，不过在上一轮对台钢啊，在4天前的那一场周中赛呢，他就是由曾德龙来打先发的右后卫了。这边礼貌，今天还是打在中场的位置，来跟10号的横山祥平在中场的中路搭档。好，最后这个球还是出了底线，是 AC 台北的球门球。这一脚长传，可以看到在福特罗在两个中后卫啊，来对球做的一个保护，小杨陈廷阳跟现在持球的陈浩，在两个人的一个掩护之下呢，也让门将松井千米刚刚可以很轻松的来把这个球给控制下来。现在拿球就是礼貌，传给 Benchy 想要第一时间来做给冲天力，冲天还是遭到了破坏。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来看到姐夫礼貌呢，直接来射门挑战了自己的小舅子
段轩这样子的一个戏码。好，裁判这时候鸣哨了，觉得是福图罗这边的防守犯规。现在 AC 台北要拿到一个右前场的自由球，相当靠近右边路，相当靠近右边的一个边线了，也蛮靠近底线了。现在要由温志豪来操刀，看一下这一个左右开弓的，被称作台湾 Modric 的自由球大师。跟人喽，跟人喽！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国际比赛日，中华男足先后对上泰国跟菲律宾哦。看起来这一个自由球大师的这一个位置，可能要是不是要由吴彦姝来篡位了？吴彦姝在两场比赛一助攻一进球，哇，这边一个后底非常可惜。哇，其实这球已经是开得相当漂亮了。温志豪用左脚来开一个低平的自由球，那送到禁区内的时候，抢前点的南山刚志一个。把球稍微蹭一下后顶的情形啊，直接甩向了圆角的位置，不过还是被守门员了中井千米给挡了出来。哇，这个完全是一个借力使力啊！而且温志豪的自由球也真的是开得相当精彩。好，这球直接到前面要给高山勋，我边区送来的球有一点速度不是那么好处理的情况之下，还是被AC 台北防守成功。福图罗，福图罗现在在这种反击上面呢，边区并不是说只有靠着自己的一个能力就要来强度关山了，而是也会来适时的发挥自己，扮演一个诱饵的角色。志豪，我刚刚差点要送出助攻，这边裁判抓是黄圣杰。在越位位置拿球，那前面志豪的那一个自由球，在一个有速度的情况之下，那对于守门员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头锤攻击，稍微就是看你整个顶到球是顶的比较厚一点还是顶的比较薄一点，那出来的一个球的整个的轨迹会完全不一样，球的方向会完全不同，对门将来说其实是一个蛮有压力蛮不容易处理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也是福图罗今天的第二次射正，上半场他们五次射门只有一次的射正，而且印象当中应该是并没有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 play 也是今天 AC 台北整场比赛打下来最有机会进球的一次攻击。好，球给志豪的时候，第一下烫的是比较大力，是来找右边的 Benchy， 这边段轩出来直接大脚把球往前踢。台北还是想要透过他们比较擅长的一些短传的套路，想办法要把整个攻出线给串起来。吴龙明球第一下控得不错，这边张正富，哦，没有等到张正富回头看裁判，借靠腰啊！为什么停一下不吹？他看他不吹哦，太扯了吧！裁判的哨音刚刚来的是比较慢的一些，文志豪，把兵先脱下来，对，蔡孟成，文志豪，吴龙明，北京台北433阵型中的三个中场。孟成漂亮的一个变线，哇，脚步相当的灵活，相当的轻快，给到右边的黄圣杰。圣杰后面有南山刚志，啊，可惜了，圣杰其实做了一个拉再给的一个假动作，然后呢，让呢南山呢可以呢走得更深一点的时候来接应他的一个横传球，这很可惜啊，球最后力道稍微用力了一点呢，球是传出了界外。
边犯规了。西甲整季应该是已经用到4+1的一个外援的规定。我们在聊天室当中也有球迷来做补充。小齐了，那当然辅助了，也跟台钢一样的，接下来预计是在9月的时候会有亚足联杯的一个小组赛的考验了。吴龙明这个直接自由球，可惜并没有打在球门的范围内，自由球是出了底线。西甲联赛在本轮踢完呢，就是等于这个赛季的前两循环就正式来完成了。那除了还有一些之前没有进行的补赛之外呢，那就是进入到所谓的夏季转会的一个橱窗哦。那在各队呢可以来做名单的一个调整，不过接下来啊，等到联赛重启呢，已经是要来等到，因为在接下来有亚运，然后呢也有全国运动会，所以第三循环这一个硝烟再起的时候已经会是11月。然后这边看到裁判是给李茂直接红牌，哇，李茂这边是他对吴龙明的一个犯规。哇，现在比赛是可能投下了很大的变数了，一球领先的普图罗现在将要面对到10-11的一个硬仗。哇，最主要是李茂在抢这个球的时候是跳在空中，脚抬得非常高哦，那从侧后方呢去踢到了吴龙明，所以现在在场上啊，我们来说他是这个姐夫哦的李茂呢，将要被直接红牌给罚下场。在下半场才开赛10分钟的情况之下，现在福图罗剩下10名球员来应战了。哇，李茂刚刚其实这个球对他来说，他的位置本来就是占不太到便宜哦。那以相对位置来说的话，最后他是从侧后方去踢到了吴龙明了，那又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脚抬高本来就是，抬脚过高本来就是一个危险动作。那动作问题啊，不是动作问题，所以他只要有那个风险就直接红，是这样哦。现在可以预见呢，福图罗接下来就是要打得比较收缩了。那李茂原本是在整个比较像是一个，哇，这球看到黄圣杰接应到这一个左路的传中球，从后面冲了上来，所以现在看到是不是双方气势有此消彼长的感觉啊 ？AC 台北现在有取得人数优势，肯定会打得更加强势。那福图罗今天阵型上面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4-4-2，原本的话是99号的 Benchy 跟17号的阿兵许恒斌的，有双箭头的一个味道。那现在在中场的李茂被罚下之后，那阿兵势必是要撤到中场的一个位置，那甚至连 Benchy 都要更大程度的来投入防守。AC台北现在应该会有许恒斌有手球的一个嫌疑，但是还没有吹。那禁区内李宗尧球进了，G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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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钟，李宗阳在右侧禁区的小角度劲射破门，让 H 台北回到了这一场比赛，而且接下来超过半小时的时间，除非他们也吃到红牌，否则他们是有11-10的人数优势，而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看起来，现在风向对 AC 台北会比较有利啊，这也是 AC 台北连续两轮的比赛在先丢球的情况之下呢，来将比分给扳平。可是前一场比赛，他们呢是在下半场追平了台北龙，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后来居上。看看今天这一场比赛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打破他们6连不胜的一个进来的低迷的记录。来，简单点就好了，慢起来。辅助楼必须要现在把整个局势给稳定下来。是台北的李宗阳，这是他本季的第二个七甲联赛的进球。他的进球也已经是超过了，已经是一个半月之前了，是在5月7号当时对台北龙的比赛有攻入了一个进球。那一场比赛AC 台北是1-0，就是靠着李宗阳的唯一进球来气走了台北龙，当时是让球队踢出了一波的2连胜。比赛来到第60分钟，福特这边呢因应着场上的一个人数的局面呢，可能也要来考虑一些做换人的，来做一些体力的一个调整。温志豪，哦，打柱子！温志豪来台湾踢球，这个赛季转队之后的第一个进球，一直都还在等待当中啊。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就是运气也差了一些些啊。那他因为受伤啊，错过了之前的国际比赛日，不过看起来在联赛当中已经是可以恢复健康出赛了，接下来就等啊9月下一次的国际比赛日了，看他再次披上了中华男足的战袍啊。当然如果在联赛当中这个赛季的进球赶快开张啊，可能就会有这种啊天地线整个接起来一飞冲天的感觉。志豪之前也是表示好像在今年呢就有他到这中国大陆踢球第一年的一个感觉，当时好像也都调整得不错，但是就差一个进球然后来把这一个盖子打开来，这种味道那一开的话就是这种飞龙在天了。哇，这个长传球被松井千米给没收。看到在场边的时候，一麦克风啊，一脚两脚，对。可是我觉得不要直接，应该是离场边很近，所以我可以几乎啊，你不让我们在忘记人前秘书长，现在在辅助的是扮演一个教练角色的大海哥啊，在场边的一些不管是碎念还是真的一个战术的要求，我们大概都可以透过麦克风听到。好，这边看到林哲宇还有小川圭佑这两个有伤在身的球员，现在都要来做换人，换下的是11号的冲天力啊，以及17号的阿兵许恒斌。林哲宇上场。那哲宇呢，比较像是一个用经验呢在中前场打球的一个攻击发电机啊，那在小川圭佑的部分呢则是可以来打到左后卫的位置，所以他上来之后，我现在他打左后卫可以把梁孟昕呢是推到了中场。那哲宇的角色看看他在场上是如果打在左中场的话呢，那他的一个左撇子
他的送球也是他的一个特点。那当然前面我们提到了在中场的部分呢，其实礼貌的一个跑动，然后跟防守的破坏以及拦截抢断呢，都是福托罗在中场非常重要的战力。那他当时被红牌罚下，对于整个中场福托罗的一个防守强度绝对是有影响，所以现在呢小川圭佑替补上场，让梁孟欣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可以来到中场的位置，对于福托罗要把中路给巩固住应该会是有所帮助的。当然在冲天力的部分，他在左路原本的主要的作用还是在这种进攻上面的一个往前突破跟破坏。那如果是哲宇的话，他现在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速度型的球员，但是他是一个用头脑打球，那有传控能力的球员，所以现在变成了在这一侧的起球然后跟 bench 的一个连线呢，应该会是福图洛在接下来打防守反击的时候的一个其中的套路了。太原足球场如果作为比赛来说是有它的一些比较欠缺的地方，是不是有手球，但是裁判并没有吹。我这边看到梁孟欣成功断球之后直接要来找 Benchy， 不过呢一柳梦吴解读比赛的能力相当的好，看到段轩也是出了禁区来接应队友的这个传球，在这里廖茂林被绊了一下，裁判鸣哨觉得是高山勋的犯规。再来哦，再来哦，前面提到在太原足球场了，那观众席这个比较没有一个高度哦，对于观赛来说是，哇，志豪想要利用球在空中打一个正脚背的射门，想法是不错，那当然就是打出来的时候高度上面看起来也 OK， 就方向上面呢比较靠左一些些，打脚背刚好又打到是一个正脚背的部分，如果带了一点点外侧可能还会有一点侧旋，说不定真的可以挂进死角。当然这个球场的一个特点就是球迷你真的会离球场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像刚刚包括我们的收音麦克风可以听到一些场边的板凳区的一些甚至是聊天或是讨论，那相信球迷在场边也可以一清二楚听到球员在场内的各种的一些声音的表达。来这个这个这球是由防守的陈廷阳踢出界外，A C 台北的边线球，然后就最后出底线，来啊，再来哦，角球。其实两队看到下半场厮杀到现在才出现了第一个角球，那也是 AC 台北在全场的第五个角球，目前角球的总数是5-2。好，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再来一次传中，最后球出界，这是福托罗的边线球。
边去跟廖茂麟的一个卡位，最后索性让球出去。刚刚这个地方他要硬拿的话，在背对的情况之下也不容易做下一个动作。好，准备来掷手榴弹。梁孟昕看起来是新一代的一个手榴弹高手，好像过来这边黄伟杰速度先扯出来，但是要等待队友上来的支援，小生油贵对上他，好给过来，哎呀给志豪，但是给志豪稍微力道短了一些，那志豪呢则是把球要蹭给后上的张正富，看志豪在这一次给球基本上是冒着可能会遭到身体碰撞的一个心理准备啊。志豪现在是有些受伤的情况，就主要是队友从边路传上来的一个传球速度不太够的情况之下呢，那让双方的球员在刚刚这一波的一个在抢球的时候，其实位置是非常接近。刚传过来的话，如果说速度够快，那在中间要接应的球员，你是要自己拿还是要漏啊？比较会有机会，同时也让对手要来中间进行拦截或破坏比较困难一些。球迷朋友问到礼貌是什么时候被罚下的，那应该是在比赛第56分钟左右，也就是在下半场刚开赛10分钟的时候，当时他是对于一个跳在空中来处理一个高球，然后但是去踢到了 AC 台北的吴龙明，那被裁判徐敏玉呢给了一张直接的红牌。基本上我们后场是八个人嘛，少一个前锋而已，还是可以倒球啊，正常啊，对啊。我们以后听到了弗洛的一个战术的一个指示，那后面还是一样人数啊，没差啊。方敬仁呢，应该是觉得说刚刚呢在被礼貌被罚下之后，辅助了是太忌惮场上一个人数吃亏的局面哦，所以呢，变成是只有在自己半场做防守，进攻这边呢，几乎是没有什么的一个建树。那场边的这边，方敬仁也是要求球员们呢，其实，在中后场，你还是可以有8名球员，只是呢，原本的442少了一个箭头。所以如果有机会控球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传导，只是锋线上面少了一个点而已，那不应该打的那么样的一个被动。好，长传过来，南山刚志不停球直接吊中，但是球是踢出了界外。上的犯规，先是一个转身呢，甩开了南山刚志，然后让上来补防的吴龙明连上犯规。好，看一下福多的左前场自由球。是一个远距离的自由球，看一下梁孟昕的一个脚投了。
自由球掉到右侧禁区，头锤，哦吼！不要忘记啊，顶开泰国大门的那个男人的，刚刚差一点点又要建功了，可惜这球最后是顶出了界外。但是当然，如果即使是人数吃亏，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前场的死球定位球的话，富图罗的小羊陈廷阳绝对是一个 AC 台配啊，要小心的危险人物。真的可以把他们的一个传导给打出来，哇，直接要吊门，边曲这一个想法真的是不错，用左脚直接要来吊段轩的门哦，哇，看起来就是实际看起来这个力道真的是很接近了，就是角度差了一些些，如果这个球是在门框的范围内的话，段轩回身恐怕也只能够勉强拨掉哦。所以我们看到 Bench 他在接应的队友传球的一个同时，他也一直都在注意守门员的位置啊。那而且以他的一个力量来说，他在刚刚这边都能够直接把球往对方的大门来送。其实有球迷朋友呢提到了，那足球比赛到底如果有啦啦队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其实如果之前大家有去看呢，棒球的经典赛，或者说现在看现在的中职，我觉得现在呢，职棒的这个啦啦队他们的加油方式其实是蛮像，蛮有这种足球的一个感觉，因为也是透过一些加油的歌啊，然后加油的一个舞蹈在场边呢会一直来带动气氛呢，并不像我们大家传统的棒球赛就是一段一段的来喊。我这边直接凌空的射门。是高山勋的，高山勋是不是连续两场比赛想要这种禁区外不停球的世界波啊？当然，那种进球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比赛也进入到最后的15分钟，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如果说啦啦队在我们的足球赛，那只能够在赛前还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所谓的舞蹈表演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带动比赛来说的话，其实帮助真的是不大。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比赛的球场那有像职棒那样子的一个可以在让大家可以看到哪的拉队，而且他们是可以用带动跳舞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应援的跳舞的动作或者是歌曲来搭配，然后让呢来到现场的球迷这边门将及时出击，不过后面有点危险，再一次传中，哎呀，李仲阳差点要梅开二度，队友南山刚志的横传已经送得相当到位了。那我们看到后上的李仲阳想要用右脚内侧的推射，不过在位置上面并没有完全掌握好，如果要打推射的话可能要踢球的位置更后面一点，更靠近身体一点，但刚刚看起来好像稍微靠前了。大家如果说像经典赛去到现场去看的球迷，我觉得因为经典赛其实会有蛮多平常不是在有在固定看中职的球迷朋友，那到了现场其实中华队的球员上场打击的时候，啦啦队呢就是会跳出那一个球员他的一个加油啊的一个跳舞应援的一个方式，所以很快的现场球迷你只要跟着他们做，大家就会觉得我们一起把气氛给带起来那这种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足球比赛应该也是可以派得上用场，只是说要有怎么样的一些，有没有我们球员的一些他们专属的一个加油方式，然后融入到这个舞蹈当中，这个部分的软体研发，这才是可能要下功夫的地方，然后也让这一些啦啦队员呢可以来做练习，然后他们练得好，然后呢才能够来带动到现场。那以棒球的经典赛来说的话，因为呢一方面它就是各队的啦啦队的一个大结合啦，
的一个联军嘛，然后呢，主要的中华队的国手大部分也是来自中华职棒，所以他们原本在职棒的一个应援的歌曲啊的这个舞蹈呢，本来就可以直接拿到中华队来用。那只要针对一些所谓的旅外球员呢，另外再针对他们有一些配套的舞曲，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比赛给带起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在 AC 台北啊。球员有小腿似乎是抽筋的一个情况，看到裁判也是示意呢让担架进场。这是十六号担任右后卫的南山刚志，那今天呢，特别是在取得人数优势之后，他在边路的一个叠瓦前插参与攻击的一个比例其实也是蛮高的，所以在边路的跑动的确在体能上面呢有蛮大的消耗。所以说真的，大家因为棒球赛跟足球赛其实在节奏上面本来是蛮不一样，我看到场边呢在 AC 台北这里也做了换人，要把二号的吴孟奇给换上场，把刚刚啊抽筋的南山刚志给换下场休息。南山刚志下场，二号吴孟奇看起来是吴孟奇上来之后，看到是往左路来做移动。那他原本要顶的位置是一名右后卫，那是不是廖茂麟呢？移到右后卫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球员的站位。Yes, good, good. Yes, good, good.过去我们以棒球来说基本上是一球一球来投，所以在大家都是在投球前的时候去喊声了，所以过去传统的棒球的加油不外乎就是安打安打全垒打，或者是某某某全垒打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节奏其实是并不适合在足球比赛，尤其足球它是一个连续性最好的运动，然后球在场上是一直在的一个传导，并不是说刚好就是某一个人现在这些 play 都是完全是以他为中心的，不像棒球就是基本上一个投打对决嘛。好，这边直塞还是段轩先一步的来没收。刚换上来的吴孟奇现在在左后卫的位置来拿球，那我们也看到十三号的廖茂麟也从原本先发左后卫的位置，现在移到了右后卫来取代呢被换下场的南山刚志。左右的边后卫，大部分来踢这个位置的球员，通常都是这两个位置都能够胜任啊。陈浩回。这样也是相当大胆，面对上来压迫拼抢的温志豪，做了一个挑球，小挑球越过对方了，压迫球员的头顶，但是要对自己的控球能力很有信心。小川圭佑先做卡位，被 heel pass 好球，哎呀，要给哲宇，可惜了。那也有球迷朋友在聊天室提到，各县市的公立这个田径场、体育场啊，好好整建可以成为不错的足球场地。那当然是原则上的话，当然是一个标准的田径场中间呢是可以有一个105×78的标准的赛事的一个足球场。但是以国内的这些田径场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在原本设计之初，它中间的那一个尺寸可能就不合。能够放进足球场的一个规定。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在中间这个天然草皮的一个维护，包括它原本在新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工法是不是就有照标准来做。好，来到右路移过来的廖茂麟传中，志豪在禁区内胸停，直接做了一个侧身的射门。哇，自己也非常的懊恼，
可以看到志豪想要在这场比赛进球的企图心是非常强烈的。再来再来，继续的，拉斯拉拉哦，这里这里这里，慢点，这里这里这里，德宇短传给小川圭佑，左后卫后上，我瞭望你在后面呢，出一脚把球给碰了一下，又把球权给要了回来。比赛来到第84分钟，双方1-1的比分。的情况之下，现在只有一柳梦吾的位置比较靠后来做预防，张正富甚至也可以适时上去来做这种突前攻击的角色，扮演一个后上，这边脚射门，哎呀，非常可惜，黄圣杰在左侧禁区的射门呢，结果是打偏了，机会有时候已经出来了，那当然刚刚看到了也是在一个中后卫突然的一个前插的情况之下，当然对于对方原本的一个区域防守会增加了一个要来交代的一个压力跟变数。偏区，下面这时候鸣哨，推人是一柳梦吾的犯规，一柳梦吾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那在铲球的一个动作部分，刚刚看到呢，在福特罗这边呢，教练这边在 argue 的，当然认为一柳梦吾刚刚这一个去铲球破坏的动作，如果裁判认为是一个 clean tackle， 那就是不用鸣哨了。那既然鸣哨的话，他刚刚去下铲的一个角度比较像是从后方的出脚，那所以如果是后方出脚的犯规，根据足球规则来说，这应该是要给牌的，这是符合要给黄牌警告的条件哦。所以你一个背后的铲球犯了规却不给牌，这其实是有违足球规定哦。你要么就认为没有犯规，那如果犯规，理论上是犯规。我相信这次福图罗这边有意见不是没有原因的哦。那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一个 play？ 因为一柳梦吾有一张黄牌在身，如果这一个球是配套黄牌下去，就换成是 AC 台北的当家中后卫要被罚下。所以这一个 play 为什么福图罗在场边有这么大的反应，绝对是有原因的。好，现在AC 台北要把38号的陈开文换上来。陈开文也是之前台湾体大毕业的好手，那换下的是13号的廖茂林。陈开文原本是一个比较中前场的攻击手，所以他来换廖茂林的这个位置，他绝对不会只是一个边后卫，他会更积极的来参与前场的进攻。Nice ball. Yes, good.当然刚刚福特这边
员有意见的，就是说，因为前面他们已经吃过一张红牌了。我这边bench的一个变线呢，然后呢遭到李宗洋的阻挡，裁判林少吹的是 AC 台北的犯规，结果黄牌是给了陈开文。裁判给陈开文是认为陈开文一开始就有拉人的动作呢，最后也有从后面上来再推了 bench 一把。好，这个自由球的位置，可以直接打门，但是角度比较受限。看到是由43号的梁孟欣要来操刀。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当时是在那一张李豹的红牌的时候，那其实是有隐约听到第四裁判这边对于这个福图罗这边提出的一些抗议的说明的，因为福图罗这边是说，是觉得李豹虽然脚抬得很高，但是他有收脚，应该是罪不至死啊，是不是要给直接红牌？那当时其实第四裁判，我们从现场收音麦克风有听到裁判是说，因为这是一个背后的出脚嘛，所以这也是刚刚福图罗的板凳这边有意见的，他们觉得一流梦无这也是背后出脚啊，哦。好，这个自由球想要来打进脚的位置，可惜高出了球门。一位，各位过去位置，都在没有，都在没有。快球！一秒，一秒。相较于同时间进行另外一场比赛，台湾石虎跟台北龙啊，现在是打到了一个5-0的大比分。现在为您送上的这一场福图罗跟 AC 台北啊，即将要进入到补时阶段，两队还是1-1僵持的局面。好，陈开文一个大脚的斜传到左前场给温志豪，补时全场补时是3分钟，志豪一个传球给到第二根门柱，想要来连线李宗洋。李宗洋刚刚如果要接应这个球的话，可能不是一个扯边的跑法，而是直接就要往第一根门柱切直线，这样子自己就要再做抢点，而不是再做一个迂回了。所以他刚刚如果只是他往边来跑的话，这个球最后志豪送的位置是比较靠底线的。孟欣快退，孟欣先退。蔡孟晨、吴孟琪，再回到蔡孟晨脚下。吴龙明，志豪现在像是一个左翼球员。志豪停球，起球的时候卡在了小森有贵的身上，出底线，这是一起台配的角球。看下来。这个位置看志豪也还是要用左脚来开哦。来，冒险一点哦。哦，就开在前点位置，再补一脚，是李宗洋的射门，志豪头锤直接。在禁区内倒地，裁判认为 no foul。再一个小挑，志豪赶快站起来。虽然前面的一个突破倒地没有获得裁判少爷的青睐，但刚刚很快又迅速站起来，在队友要发动第二波攻击的时候，又来接应了队友的一个传球。哇，补时也已经来到了3分钟了，时间进行的相当的快。bench。这边小春推右，这边直接又被小春推右给截走，最后自己碰出了边线。蔡孟晨，这场比赛所剩时间不多，这是一个大脚给左前场，李宗洋没有办法，最后这球是出了边线。
好，这时候补时的三分钟到点，主裁判徐敏一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后这一场机甲联赛在第二循环第七轮，福图洛对 AC 台北之战，在上下半场两队各进一球。福图洛的 Benchi 在第十八分钟先取得点，不过呢 AC 台北的李宗阳也是在第五十八分钟在球队取得11-10的人数优势之后呢，也迅速的破门将比分给扳平。不过呢，最后两队啊在最后的30多分钟都没有再次的进球，最后双方就是在台中太原足球场以1-1握手言和，各拿到一分的积分。那这也使得两队在赛前呢原本就是同为积分17分的情况之下，那继续呢以18分继续来积分的一个僵持。不过福图洛还是靠着净胜球的一个优势，目前在排名上面是高于 AC 台北，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依然是排在弃甲联赛的第五位，那 AC 台北还是排在第6名的一个位置。那在这场比赛 AC 台北相当的可惜，在对方的球员李茂第56分钟被直接红牌罚下之后，他们有超过半小时的时间有人数优势，但是却没有办法再攻入超前的进球，也使得他们呢的一个连续不胜的场次是来到了第7场。那不过是他们这7场比赛中的第3场的和局，同时也是连续2轮的比赛都以1-1跟对手来打平。至于在台中福图洛的部分，则是终止了他们最近的2连胜，不过还是保持一个3连不败的境况。好，以上就是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工作，我是李宏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